望汉威，今日啊罚单。系啦，咁啊 Sir， 点解你今日摆芭蕉扇喺度？唔系芭蕉扇呢个。唔碌大台先。呢个系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用嘅一个斯兰卡，呢个当系通识啦，大家听下啲常识。咁啊，可以上网 search 下嘅。大家上网 search 下斯兰卡啲高僧啊，泰国啊。Burma、緬甸嗰啲佛教高僧咧，多數都有把扇，就由斯蘭卡傳過去泰國嗰邊。泰國咧就再改良咗，有分顏色，咁顏色咧就有分階級嘅。多數有把扇咧，就一定有嗰個佛學嘅學位。咁以前咧有九個階級，而家咧就剩翻六個，第六級嗰個咧就係黃色嘅，好似我呢把黃色。喺泰國嘅僧人咧，和尚咧就比較尊貴，有啲就由皇帝親手授俾佢，即係你嘅修持啊，你嘅學識啊，去到邊個層次咧，就有人俾一攤一把扇俾你，代表你嘅身份。在古代的佛教出家人，他們在南亞要來天氣熱，初初要來撥涼，趕走那些昆蟲、蚊、烏蠅，後期就將他們說了，就作為一個身份象徵。很多人那些喪事，他們拿把扇去就扇走那些怨氣那些東西。但道家咧就好少呢種嘅款嘅，道家咧就多數接線多，道教啊，道教嘅嗰啲善師咧就係接線，就係要親手寫符印嘅，一定要自己親手寫，即係把線度寫啲符、寫啲印啊，同埋給嗰個佢哋嗰啲自己供奉嘅祖師個印章啊，給落把線度。大家上網 search 到嘅 ，search 到道教嘅事。咁當然喺我哋小説度咧，就有好多種寶物嘅喺中國，有寶扇啦、寶盒啦。今晚有兩種喎，呢個寶盒咧，有寶扇、寶盒、寶鏡啦、寶瓶啦、寶劍啦、寶盤啦。寶盤就係明朝沈萬沙個沈萬生嘅聚寶盤啦。散啦。有寶貝啦，寶貝我今日冇攞出嚟啦，個左旋攞寶貝。世間都幾個宇宙都幾神秘嘅，當然啦，你睇《西遊記》咁，你話哇牛魔王個老婆鐵扇公主係嘛，唐三藏取西經要揾阿孫悟空仔借佢把扇嚟，撲熄啲火。但今日成事嘅喎，你以前我哋睇啲小説啦，到今時今日成事，因為早幾日我哋有個視頻都登咗，電視都有報喎，話美國政府公布咗咧 ，NASA 我哋證明咗咧係拍到嗰個外太空船，電視新聞有播睇邊度啊？有播出，佢 confirm 承認咗係有，但佢當然佢最後冇講嗰啲內容。有就唔出奇嘅，一個宇宙咁大，冇理由就係你地球先有生命啊！咁其他嘅星球用乜嘢形態嘅生命去生存咧，就大家估唔到。但喺我哋嗰個微生物世界咧，你放大咗啲微生物啊，或者海底有啲動物啊，嗰啲海類嘅動物咧，你放大真係似外星人個樣嘅喎，又有鬚又爪噶嘛？你睇八爪魚都係啊，八爪魚好聰明嘅，知唔知？好叻噶！係啊，八爪魚聰明。咁今晚咧，因為今日佛誕啦，咁啊大家有少諒解啦，就我話如果我拎把扇出嚟咧，我就唔講粗口啦，我節目。今次呢個節目盡量唔講粗口，盡量。因為講到嗰啲咁嘅醫生啊，同嗰啲共產黨嘅低 B 幹部咧，就上頭嘅周時，盡量唔講粗口。今日因為尊敬
佛祖嘅生日。咁其他嘅教主咧，我哋都尊敬嘅，非常尊敬。我記得好多年前八十年代，我去到泉州，中國泉州喺廈門嗰啲嗰邊，去到嗰個回教嘅三個聖人嚟中國，有三個墓喺度，我都頂禮，頂禮真係就喺度跪咗三叩咗三個頭。因為在歷史上記得呢三個伊斯蘭教的啲導師啦，係帶嚟咗俾中國很多文明嘅，帶嚟我哋中國人點樣做堂啦，有很多工藝品啊，佢哋嗰啲手嗰啲技術啊，即係宇宙得一個啫。如果有做物主有神都係得一個啫。咁你各自為政，一人自己搞個出嚟，咁嗰啲係人為啦。咁已經就算人為都有啲大哲學家噶，有啲先知啊，有啲大嘅學問家咧，我哋都係喺佢哋嘅傳承度攞到知識。譬如你喺圖書館睇到本書，又你吸收到知識，咁你對個作者咧都要尊敬。因為那本書是帶來給你文化知識的傳承，所以我們就對那些人拿本書放在椅子上亂咁劈，我們有一些反感，即是你沒有尊重那文化知識，反感就反感，因為那本書都是你老師來的嘛，你在那裡吸收到知識，所以我們對所有的正確的聖人呢，啲哲學家啊，啲過去嘅前輩咧係尊重嘅。當然啦，你最高層次咁，就算話我哋上一次開咪都講過啦。一個人點會冇人攻擊咧？實有㗎。等於啊，大貓嗰日話：喂，你攞我啲口罩送俾人，都有人話。咁啊，唔算攻擊嘅，係只係覺得你好奇怪咯，為咩事無端端送嘢俾送嘢俾人咧？送嘢俾佢咧，你又唔識，你又唔識佢。你送啫，我點會識佢啊？唔係，即係我哋送嗰陣，佢都會覺得你三唔識七嘅，做乜咁好心送嚟咧？有啲奇怪咯。呢個好正常嘅，因為點樣正常咧？因為你唔等於你而家。不知道棋局啊，我們真的用世俗一點說，等於你不知道棋局那個結構呢，你一行就實錯的嘛。現在整個宇宙就是一個很精密的棋局來的，互相牽制，互相影響，那你的棋局呢，大家很簡單舉例，我只能夠將它降低個 key， 希望舉些例子希望大家明白。因為如果你講到話量子學啊，咩點點震源啊，咩第幾頻道呢啲啊，自己吹水，我都未清楚，我都係知啲唔知啲，唔係夠勁嘅。咁只能夠舉例咧，就話你睇個世間嘅棋局，無論你係圍棋好、國際鬼佬棋好、或者中國象棋好，你真係唔識咧就唔識噶啦，唔到你話人多啊，或者你好叻嘅，你踎低就輸噶啦。一行你就輸嘅，喺個宇宙都係，因為你冇知識帶嚟啊嘛，一嚟咗個世間，咁你就唯有跟住你爸爸媽媽嘅經驗啊，社會嘅俾你嘅有限度嘅知識咧，掟你讀完之後咧，掟你出嚟社會去面對個世界啊嘛，你用你嗰啲咁有限嘅常識。去面對個社會咁複雜嘅世界，因為人會偽裝噶嘛，佢唔偽裝咧你就容易喎，佢講一就一，二就二咧你就好做喎，啱唔啱啊？你讀書嗰時就冇教你點樣睇到一二啊嘛，咁你又唔識睇一二，咁有啲讀完兩本書行出嚟，佢又當自己個小聰明，諗到三四。咁咪撲個街咯！等於而家共產黨就嚟啦，佢其實一二都未掂噶嘛，
他跳出嚟扮大哥，將學人搞三四，咁咪搞出大陸粉，明唔明白啊？唔係你人多就贏噶，那個智力智商。